啲曬啊，正啊，佢咧拆出嚟睇下喎，跟住咧我中意嘅顏色 baby blue 啊 ，baby blue 啊，咁腳新嘅，有些少自己嘅墨頭 ，baby blue 顏色，係啊，唔錯啊，呢個等我整幾下先，整幾下 top spin 嚟睇下，整幾下。喺度咧，因為好放鬆，可以去 rip up 個 spin 個拍頭幫我做啊！記住咧，嗰、那個拍頭幫你啊 hit the ball， 唔係你自己 hit the ball， 唔係個膊頭 hit the ball。始終咧、那個網球個 game 咧，其實咧好啊好簡單的分享，其實係兩個球拍一個波一個網嘅事。如果你話地下加幾條線咧都 OK。就唔關我哋嘅人 ，we just enjoy the show， you know？ 咁如果你咁樣可以咁樣睇法咧，成件事更加舒適啊！唔好諗話問我 balance point 啊，係頭重噶啦，係啦，唔好諗住去度啊！咁呢個就話 again 多謝 Steven 幫我哋去啱啱穿啦，我哋有其他顏色啊，有粉紅色啊，有 Tiffany blue 啊，有紫色啊，正！咁有啲深嘅啊。Purple color 啦，咩？同埋 upcoming batch 嘅顏色啦，全部陣間你會睇到 share 俾你睇啊！非常非常開心咧，而家咧有一塊好正嘅球拍，你可以係日日都見住嘅，你會 cherish 嘅啊！你中意嘅顏色嘅，每一個人中意嘅唔同啊嘛。但係咧點都好，每一個人咧有個共通點就係要去 relax 打波。我就係想各位朋友就 relax 打波 ，and also 咧可以係啊舒適啊。咁然後就最緊要顏色啦，靚靚啊嘛，靚靚啊，咁同埋就真係好好 shiny 嘅係咪啊？個 shiny colour。咁然後就當然有 STM 啦，呢個係其實 prototype 嚟嘅，因為我嘅，你哋嗰啲靚啲嘅。咁就係啦，希望大家支持啦。咁我哋啲拍咧，多數我哋啲lessons 嗰度會送埋嘅。OK， lessons 送拍咧，不過我覺得係應該嘅，因為我哋塊拍係 training 球拍定位啦，所以變咗係要教你去教你點用會比較好，咁咧係最有效 on the serve，OK，、okay? 最有效 on the serve，OK，、okay? 其實咧信心保證 ，OK， 淨係做呢個動作，淨係做一個動作，你已經個 serve 都其實都可以好大力嘅。你要練 control 最難練，練準最難練，練 feel 最難練，力水嗰啲嘢自然嚟啦，你 relax 佢自然會有力啦。同埋如果你咧放鬆咧，佢啲力咧係唔同死力嘅力噶。重複放鬆嘅力。是不同死力的力的，我們不要死力，因為死力是會很辛苦的，有機會受傷，但是你放鬆的力呢，你會很舒適， and also 在 pressure 的 situation 呢是 more reliable 的，好嗎？好，我們遲些跟大家聊，希望大家喜歡 and 可以在 comments 告訴我們聽哪隻色你最喜歡的 and 有些分享， and also 請給個 super thanks 我們啊， super like and also super thanks 可以問個 question 的 and support 下我們的 channel 好嗎？ Coach Henry 繼續去 provide quality contentand 書啊 ，and 球拍啊 ，and coaching 啊 ，one to one， 服各位朋友仔，好唔好？好，我係市場大傾，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等各位朋友仔可以受益 ，and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thank you， 拜拜。